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接着上一堂课《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大义简介》，我们学习到这个结愿啊，就是总结这个大愿啊，讲到啊。建宗庙故根本啊，是所护。弘佛教起政治是能护，能护所护。这个宗庙祭祖啊，这个是祭祀祖先的。那么祭祀祖先呢，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大家认祖归宗，自然它就是一体的、一家的啊，不必要啊再讲什么团结。那么团结呢啊，就是说外人啊，比如说外国啊，那么大家要团结啊，不同的啊宗教啊要团结。那么像美国啊。澳洲很多国家民族啊，不同的民族移民过去，大家住在一起，不同的族群，那要讲求团结。那如果自己的民族啊，就不需要讲团结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家一体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那现在呢，一家人啊，不要说一个族群不团结，就连自己一家人都不团结啊，两个夫妻都要闹离婚啊。那么这个啊，就是没有学习啊，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这个关系。所以现在这几年啊，香港啊，在台湾啊，现在大陆啊，也都在恢复啊这个祭祖。那过去呢，是每一个族姓啊，每一个姓氏啊，它有一个祠堂啊，姓林的、姓陈的啊、姓刘的啊。每一个族姓啊，他都有个祠堂。那么这个子孙啊，到这个祭日的时候啊，每一年啊，比如说清明啦、中元啦、冬至，这个春秋二祭啊，大家都会到祠堂去祭祀。那现在呢，这个祠堂没有了。没有呢，现在我们老上提倡啊，万姓祖先啊，万姓先祖，大家呢各个族姓啊，大家一起啊，在一个地方啊来祭祀祖先啊，现在呢用这个方式啊，所以香港啊，从12年开始啊，就一年啊。12年啊办一次祭祖啊，那13年办两次，14年啊就办三次了。现在每一年啊老上提倡啊办三次的祭祖。那么新加坡富来城居士啊，我也建议他们，我说你们那边是华人执政啊，你在新加坡办这个祭祖可能会好一点，比马来西亚、印尼要好。所以我建议啊，这次他们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印尼、缅南净宗协会何会长又来啊，那我有跟他们建议，我说你们三个国家的华侨啊，大家合作啊，在明年8月啊，在
新加坡祭祖。那现在呢，新加坡已经拿一些钱了，给我们替他买那个钟啦、鼓啦，买那些东西。那香港啊，支援这个祭祖人员。这样啊，你华侨在海外可以凝聚啊，可以凝聚啊，大家这个力量，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个作用很大，也很值得提倡。那么我们没有忘记祖先啊，我们这个族群啊才不会灭亡。因为啊，你这个祭祖啊，没有教下一代的子孙啊，恐怕到我们这一代下面就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认识祖先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族群啊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祭祀祖先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那么啊，李斯公这个。写如老人在伦理讲记讲到伦理这一段啊，这一段出自于伦理。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那么他解释这一个啊，他说这个啊，祭祀办得好，就不用警察了。那大家去想一想这个话。是多么的重要啊！可见得啊，这个祭祀不是小事啊。上午啊，跟大家分享啊，祭神如神在，祭它叫德福啊。所以在五里啊，古代这个五里啊，吉凶金兵家啊，这个祭祀属于吉里，祭天祭地祭鬼神。祭祀啊，是第一个吉礼吉祥的啊，因为你祭你就得福，但是祭要如理如法，你才得福；不如理不如法呢，得不到福报啊。像我们做法会一样啊，不如理不如法，那得福就很少啊。所以这个宗庙啊，有它这个教育的作用。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凝聚家族，大家呢互相帮助、互相协助啊。所以在几年前啊，中立上果林啊，这个刘林长，那么他们刘氏家族在中立啊，那这个上果林啊，请我去带大家共修很多年。那么他的一个堂弟啊，在图书馆出家，但是他们堂兄弟以前都不认识的啊，不认识，因为家属如果没往来啊，久了没不认识啊。后来有一次啊，这个他也回去，他去美国住了十几年。有一次回到台湾啊，那么他们那一年刚好祭祀啊，刘连长跟刘夫人啊，他们都去拜他们宗庙。那师弟这个悟和师啊，他那一次也回去参加了啊，那过去都没有参加，那一参加，参加他们就认识了，你是我们这个族亲呐。后来他们谈起来才知道他们这个是算堂兄弟啊。这个刘连长啊叫刘义雄啊，那个义啊就是忠义这个义，义义那个义。那悟和师弟啊，他叫刘义坊。我说你们是义字辈的啊，他们去拜了才认识。认识之后呢，我说连长，那你自己的堂弟啊出家了，我现在很忙啊，这个佛堂啊。请他回来啊，给你带动带动啊。那现在请他回去带动啊。所以这个宗庙啊，有固根本，它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在海外的华侨啊，我是看到马来西亚的华侨呢，他们对这个就比较重视啊。马来西亚传统的庙宇啦，这些传统的还保存非常多，特别保存这个文字啊，有1000多所华校啊，这个是在全世界华侨，马来西亚的华侨算最重视啊自己祖宗传统的这个文化了啊，所以我也建议他们呢、啊、合作啊，来办祭祀祖先啊，那么可以团结啊东南亚这些华侨。那么接着呢，倡文联同堂事，倡就是提倡。你看37年前呢、啊，我们净老和尚他都提倡文联文了啊，其实提倡的还更早。倡文联啊，共同啊一个堂事啊，那么事啊是最里面的了啊，在中国古代讲家事，事就是房间了，嗯，进入厅堂那再进去就是房间了啊，登堂入室了。那么这个提倡文联呢、啊、才能登堂入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老祖宗的四库全书啊，我们看不懂，因为都是文联。那现在呢，大陆提倡简体字，那更看不懂啊，那个文字字都看不懂了，那就没有办法去理解里面的内容。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积极的推广这个汉字文言，积极推广。那么积极推广也是响应英国汤恩比教授当年在世提倡的，响应他的提倡，等于说把他这个提倡的呢，给他去落实，去发扬光大。那么文言啊，我们念这个文言啊也不难。那现在很多人啊他不懂啊，以为说哎呀那个用白话不是很好吗，大家比较容易懂，念文言大家不懂。那老祖宗啊把这个文言跟文跟言他给他分开，就是讲话跟文字分开的。讲话跟文字分开的。那么语言呢它会变。语言它会变。但是这个文字文言它不变。所以呢彼此沟通啊可以用文字来互相交流沟通。所以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汤恩比教授讲啊，他说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说2500年前的孔子，他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大陆正在闹文革的时代，70年，他都提倡啊，这个世界啊。将来这个世界上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么当时啊很多人对他质疑了，他人家中国正在要把那些孔孟要打倒孔家店，恨不得把它彻底消除，你还在提倡说要提倡这个，人家都觉得他这个是有问题，人家中国人他都不要了，那你外国人还在提倡这个，很多人啊就觉得很奇怪了，人家中国人就认为那个不要了，不好了啊，你还在提倡，当然受到很多人去质疑，那么他举出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文字啊，中国这个文字啊。是可以
人类可以共用的啊，地球人类可以共同啊互通信息的。那么这个他指出啊，2500年前的孔老夫子指出当时的毛主席啊，毛主席他说这个孔夫子啊，如果到现代来跟毛主席对话，肯定啊，孔夫子讲的话毛主席听不懂，毛主席讲的话孔老夫子也听不懂，语言变了嘛，2500年前变了嘛。但是呢，用写文言啊，写字的，哎，两个人都看得懂，而且呢，不会有误差，百分之百不会有误差。啊，那这个事情啊，我在日本也得到一个证实啊，那个中西随公法师的，大概几年前了。这个04年啊，我们到他那个京都啊去办江义子老师的第一变相图的画展啊，也是师父老人家呢交代我去办的啊，叫我去办画展啊。然后啊，这个我们都坐电车到京都了啊。那一次啊，我到东京啊，到东京了、啊，来跟他坐电车到京都啊，那他坐在我旁边呢，他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我讲的他也听不懂。那旁边有个同修啊，很发现他说他要来翻译，那中西他说啊不用翻译啊，他拿一张便条纸啊，他拿一张给我，他一张，然后用写的。因为写汉字啊，他写他几年几月生的，然后我看就知道，我这个汉字我看得懂。你是问我什么时候生的？那我写我几年几月生的，他拿给我，我拿给他。所以中西说我们不用翻译，我们用写的啊。所以日本他有用汉字啊，我们还能交流。而且到日本来啊，很多交通标志都是汉字。那你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啊，因为看那个字我们知道啊，你坐到哪一站啊，这个也方便啊。所以那一年啊，这个2002年啊，老和尚到韩国啊，他说现在韩国汉字都改掉了，以前有汉字，以前越南韩国都有用汉字，现在通通去掉了啊。所以到韩国呢，就是到了外国啊，那到大陆呢，感觉非常陌生了，因为都是简体字，看起来不亲切了。啊，那到日本呢，哇，还到处看到汉字啊，感觉好像回到自己国家一样啊，有那个亲切感。啊，所以现在老上啊，年纪这么大了，还会来日本啊。也是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呢，保存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呢，保存得非常好。那在中国都找不到的，可以来日本找，还找得到资料。啊，这是他的功德啦，他保存的功德啦。啊，所以我们现在做中空国师30系列呢，那个中空国师的资料都在日本，都在东京博物馆。我怎么知道呢？有一次我看台湾联合报啊，他有报出来，日本有拿出来展览中空国师的中西啊，他有照片。那个时候我没有把它剪下来，他展完了他就收进去了，我们要去看也看不到啊。那个台湾报纸照相，我才知道哇，原来连这个中空国师的东西日本都有保存。那么这个文言啊，我经过这一次跟中西的交流，这个还有听老上讲汤恩比教授讲的话，我一直在想啊，我每次去大陆啊，在北方现在的方言就比较少，
基本上都讲这个普通话。那么到南方啊，从江浙一带、安徽啊，这个广东、福建哦，那方言很多啊，特别广东、福建方言最多。光个福建省啊，就很多种方言了。那么我听大家讲啊，听当地人讲啊，像在浙江、安徽啊，他们说以前啊，隔一个村啊，这个村小小的地方，那隔一个村，这条沟跟那条沟讲的话就不一样，好像去到外国一样。那这个。我90年啊第一次离开台湾去到大陆啊。那个时候要到香港转机。去到香港啊，人家也不讲普通话，都是讲广东话跟英文，好像去到外国。还好香港啊还有正体字，跟台湾一样。看那个招牌看得懂啊，那讲话是听不懂。后来我就在想啊，那古时候的人难道他那么厉害吗？所有的方言他都懂吗？他不懂他怎么做生意，怎么交流呢？我去想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现在你到福建啊，比如说福州的话跟福清的话又不一样了，福清的话跟福鼎又不一样了。他们怎么交流？讲话你听不懂，我也听不懂，那怎么办呢？我想，老祖宗这个文联啊，应该是像我跟中西这样有写的，不然他怎么交流？那以前也没有语言翻译机，现在才有，那他怎么交流？方言那么多，那肯定是靠这个文联啊，互相来。交流传递信息，靠这个文字文言啊，当然国家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语言啊，每个朝代应该都有制定。那现在我们制定这个是北平话啊，现在叫北京，以前叫北平话啊。我是听说啦，这个没有去考证啊，是说这个满清推翻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了，然后那个时候投票啊，说投这个北平话做国家的语言，还是广东话，听说差一票，如果多一票啊，我们现在都要讲广东话了啊，所以现在呢，讲的就普通话啊。那么普通话台湾讲叫国语啊，就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这是讲到文言啊。那么文言呢，现在我们这个佛教的经典啊，用文言来翻译是比较简单的文言啊，不是呢古代那种很深的文言。很深的文言啊，我们去看《古文观止》啊，那个就很深了。那佛经啊，就是以前啊，法师也考虑到这个普及，所以他翻的文言啊，就是比较浅显的文言啊，大家读了啊，很容易懂啊，这样的文言。那现在呢，大概十年前啊，台湾有法师啊，他提倡啊，把那个《佛说阿弥陀经》翻译成白话啊，翻了很多部经典都翻成白话。那么他觉得说，能用翻白话，人家看得比较容易懂啊。那个时候印很多出来，翻成白话，我看啊，看了看没味道了，看不下去，也太麻烦，太啰嗦了。那个翻成白话呢，我们要拿来读诵也不好读
读了也不顺畅，啊，又比较长，又比较啰嗦，啊，意思啊又不圆满，啊，后来啊，好像印出来流通没多久，也就好像没有人再去读了，啊，因为白话翻出来呢，它意思很简单很浅，看一遍就知道了，没有人想会再看第二遍，因为没味道了嘛，没意思了嘛，因为都知道了嘛。就是这样，就像看报纸一样，看一遍，比如你再看第二遍、第三遍，你就没味道了。那不像文联啊，它文联的功能，它就是说，哎，你每一次看，你的体会、你的悟处都不一样，而且方方面面的，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啊。所以文联它是活的，白话是死的啊，用一次就不能用了。好像这个杯子一次性的用完就要丢了，那这个可以我一直用，重复的使用，那不一样啊。所以台湾翻译白话那个经典，到最后就也不流行了啊。大概建初期，人家看个一遍两遍，他也就丢了，不会再看了。那像我们做法会呢，三十七念哦，一天要念三遍，大家每一遍都念得津津有味。那你不相信，你换那个换成白话来念看看。哦，我是念不下去，都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文联啊，它的功能啊，跟白话是不一样啊。这是中国老祖宗啊，发明这个语言文字的一个特色，全世界没有啊，语言跟文字分开。那么我们要感恩老祖宗啊，这个几千年前写的事情、记录的事情、说的意思，用这个文言记载下来，传到后代呢，不会有误差，百分之百的可以理解。所以你懂得文言，你去读古书，读两三千年的古书啊，就跟面对面一样交流一样，意思不会有错误。偏差啊，不像其他的语言文字啊，那个看不懂的啊，看不懂啊。所以有一次啊，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啊看到一篇文章，那有一个先生写的，他说呢，英文啊，你没有懂两万五千个单字啊，你看不懂《纽约时报》。啊，那中文呢？你只要2500个汉字啊，你就搞定了，差十倍。啊，英文啊，你没有懂得25000个单字以上的，你《纽约时报》你看不懂。啊，但是汉字啊，这个单字，你2500字就可以搞定。所以老和尚现在呢，积极要去提倡这个汉字文言，有他的道理啊。啊，所以唱文言同堂事啊，那这个是37年他老人家写的。那现在到晚年啊，他现在积极在提倡。那可见的呢，是多年的心愿啊。多年的心愿。啊，这是我们要所护的。我们再看最后祭啊，这个愿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祭啊，就祭诵这个祭。人间净土须忠孝，心地功夫在圣贤，佛化奸臣能护国，此经三宝护人王。那么这个祭诵啊，这首祭啊，是讲这部经在人间来弘扬。那么首先啊，能够成就人间净土啊。现在呢，台湾有很多寺院道场啊，提倡人间佛教
人间净土。那么提倡人间佛教、人间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标啊？必须要有忠孝这个教育，教忠教孝啊。如果这个人间的人都不忠不孝，那这个就不是人间净土了啊，是人间的秽土了啊。这个秽就是污染呐、啊，很严重了啊。所以要实现人间净土，必须提倡啊忠孝节义这个教育。那现在呢，就是不提倡这个啊，所以啦，人心呐、啊、受到严重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是人心污染制造出来的。啊，我们要达到人间净土啊，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不行。啊，所以昨天我看了这个陈大慧老师这个访问谢总这个啊，那他在那边啊，真的也是表演人间净土给我们看啊，那边他每一天放生。啊，放很多很多牛啊，要被宰杀的，他放生了。啊，那些动物被放生了、啊，就得到解脱，得到自在，远离恐惧，无微不施。啊，救济穷苦，啊，教化人心。那他是一个很实际啊，表演啊，什么叫人间净土？啊，我给我们看，啊，我们要去学习。啊，办这个道德讲堂啊，提倡啊忠孝仁义啊，把人呐、啊、从恶人教成好人。那我们现前呐、啊、就能实现了、啊、人间净土。那么谢总他那一块啊，道德讲堂、黄河慈善福利会啊，那个地方啊，他那一块是人间净土了啊，进到他那一块的磁场都不一样了。啊，希望啊，我们地球上啊，多推广道德讲堂，让这个地球啊，成为人间净土。心地功夫在圣贤啊，这个心地功夫啊，什么叫心地功夫？啊，心地功夫就是在于圣贤的教育啊，如果没有圣贤这个教育，那也就没有心地功夫了。下面讲佛化奸臣能护国啊，佛教化啊，接受佛陀教育的教化，那么这个臣啊就坚固了。古时候啊，保护一个国家啊，他有做这个城墙。啊，那么敌意啊，外面的这个侵犯，那么把这个教义呢，啊，形容比喻啊，好像很坚固的一座城池啊，能够保护一个国家。那么外面的城池再坚固啊，如果人心坏了，人心这个城墙崩塌了，那外面做的再坚固都没有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真正护国啊，就是人心改善了。啊，人心改善了。啊，所以谢总啊，听他讲那个，他那个办那个道德讲堂啊，也是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啊，人家去质疑他。啊，说他这个有问题啊，很多质疑啊。啊，他说呢，如果你一个人好人进来呢，到他这边出去变坏人，那他这个真的有问题。他说现在是一个坏人进来，让他回去变好人，能够知道去孝顺父母，跟家人和好。他说这样怀疑我是有问题啊，有什么企图，这个就很冤枉了啊。
那现在呢？现在的人啊，也说明啊，他那种头脑的思维没有这个圣贤的教育啊，真的就很麻烦啊。把人教好了，他还去障碍他，去反对他，那他这个果报啊，那就注定啊要去承受啊那个恶报了。啊，所以这个教化啊是最重要的。啊，那么现在呢，习主席执政了啊，他也很肯定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的复兴啊，得到一线的曙光了。啊，希望啊有这个明理的领导人啊来带动，来扶持。所以此经三宝赋人王啊，这个经典三宝包括我们现在敬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都要啊人王来扶持啊，人王就国家领导人啊。啊，第一个啊要让国家领导人他明白这个认识这个他才知道去扶持啊。国家领导人如果他自己不认识自己不明白他怎么知道去扶持呢？那不知道扶持啊往往听到一些负面的啊以为这个是不好的就给他障碍了。那这个就变成国家的损失了。啊变成国家的损失了。好所以现在呢啊，国家呢，在大陆上啊，有这个政协啊，有政治协商，啊，应该啊，有担任这个职务的同修啊，要多多反映这个正面给上面的人知道，啊，不然他接收都是负面的，啊，正面的信息都没给他，往往会误判，啊，所以这个要付给人王他来扶持，才能推广，才能普及。那人间啊，在民间做的，毕竟它还是很有限的啊。如果国家领导人来带动，那他这个不断啊，是普及中国，是影响到全世界，啊，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前面啊这个本经大义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经典里面的大义了啊每品。一共有七品啊。我们看这个序品大义。我们先看甲，经开三分，序分述经中发起之由序。序品是正信序，证明事法可信。发起序，发起此经之因由。那么这个佛经每一部经都有经开三分。那么经开三分啊，这个是古代啊高僧道安法师啊他分的啊分这个三分啊就是讲经啊把一部经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序分，叙述经中啊发起的由序啊由来，这个序啊就是一个开端的意思啊，叫端序。那么序品啊，这个里面呢、啊、有两种啊，第一种是正信序啊，就是我们
经文一开头，如是我闻一时啊，佛在哪里啊？与多少大众啊？啊，这个六种成就正信心，那么证明啊，这部经是佛讲的，阿难亲自听闻记录下来的，啊，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那么取信于后人。佛要灭度之前啊，这个阿难尊者请教释迦牟尼佛啊，那你涅槃了，佛涅槃了，不在世了。那佛一生讲的这个经啊，记录啊，整理成文字。那每一部经啊，一开头要安上什么文字，才能取信于后人，让以后学佛的佛弟子啊，他不怀疑。他能相信，这是这部经啊，真正是佛讲的。那么佛就给他讲啊，一开头就是如是我闻啊。那把这个六种成就啊，一时啊，佛在某某地方啊，跟哪些人啊，那么在一起，好像我们开会记录一样啊，有时间，有地点，有大众。那么这个叫正信序，那么发起序了，就是发起此经的因由。正信序都是一样的，正信序都是这六种成就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正信序啊，又叫通序，通就是通用的，共通的，每一部经都一样。那么发起序啊，因为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不一样。佛弟子问的问题也不一样，当然佛解答的也不一样，还有呢，大部分的佛经都是有佛弟子或者其他宗教的领导来请问。另外还有无问自说的，就是没有人请问，那佛自己就主动说了那这个叫无问自说。所以每一部经发起的因缘啊都有不同。这个叫发起序。那么这部经啊是十六国王发起的。问佛啊怎么才能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没有灾难避免啊天灾人祸。那么像前面我们讲这个讲经因缘也是发起系的一种性质。也发起系是什么样因缘发起来讲这部经。那我们现在请法师讲经也是有一个因缘来发起。那么下面第二个部分叫正中分显一经正义观空品以下六品。那么观空品就正中分就是显示一部经它的正确的意义。这个正义就是它的意义是正不偏的。这是观空品以下六品就是正中分。那么古大德呢也把这个比喻作呢细分好像人的头五官。你看到这个细看到这个人的脸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是贤愚不肖还是什么样的人好像人一个头。正中分就好像我们人身体这个主要的部分。那流通分呢是主父弘扬流通普利今后及主类一品主类最后一品是流通分。就比喻好像人两只脚走路流通嘛要流遍到十方。所以细分像人的头面脸。正中分人主要的部分身体。流通分像两只脚
那么正中分主要讲的啊是观空啊，这观空啊，因为佛法呢般若真空啊，这个空跟我们一般理解的空是意义不一样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正确的意思啊，不能啊误会。所以这个讲了六品啊，这个是主要的部分啊，正中分主要的部分啊，流通分呢、啊。就是大家明白了，要普遍去流通啊，利益众生。好，我们再看乙啊，甲兼开三分啊，我们简单介绍到此地。我们看乙，人王护国，大会盛况，六种成就正信，实践教育救国会议，好像开会一样啊。那下面呢，就是六种成就了，真心序。好，我们看下面：一信如是，结集经时，阿难伯仲，如我所闻，当如是说。啊，这个如是是结集经典的时候，阿难呐、啊、伯仲啊，伯就是。对大家报告的意思啊，我们现在大陆说叫汇报啊。那么这个字不念白啊，我们现在都念白了啊。这个是破音字啊，下对上叫伯啊，上对下叫告啊。那么上面呢、啊，师长啊对晚辈讲话叫告啊，我告诉你。那么下对上叫伯，伯言啊，禀伯。那么白呢，它是指颜色啊，指颜色。那么伯呢，它是一个动词啊，就是报告啊，现在讲报告啊。如我所闻，当如是说。他说我自己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没有多讲一分，也没有少讲一分。没有加我个人的意思啊，那个这个叫如是了。那么二呢，闻我闻啊，结集必亲闻佛说显法有所终啊，亲闻就亲自听的啦，也不是听人家转述的啊，听人家转述啊，或许会有一些出入，那自己听说的啊，就不会有误差了。那么阿难啊，他记忆力很好啊，记忆力非常好，所以他听过一遍他都不会忘记的啊，像录音机一样的啊。的确呢，他有这样好的记忆力啊，所以如是我闻啊，是表信闻啊，六种成就的两种。第三是时，就时间，一时师之道合，说听始终之时。佛六十六岁一月八日说此经啊，这个地方有标出来啊。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啊，他是六十六岁啊，那时间呢、啊、是一月八日啊。这个时间的一月八日啊，都是用我们中国的算法，古历的算法，是算农历的啊。那么佛经为什么没有把确定的时间呢、啊？列出来呢、啊、那么 这个地方、啊、有标出啊，佛六十六岁一月八日说此经，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年月日啊放进去呢、啊、要用一时呢、啊、那么这个一时呢，它有表法的意思，就师之道合，说听始终之时、啊、这个一时它是佛用的啊，也就说明这部经啊，不是限定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区可以啊，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都适用啊，都适用啊。如果把这个年月日放上去了，那我们一看呐、啊，啊，这个过去了嘛，
那我们现在学这个已经过时了，啊，过时了，不合时宜啊。那我们感觉就会这样。啊，如果一时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什么地点也可以。啊，所以一时有这个作用。那么最近啊，哦，有同修用光碟做37念法会。那现在很多人拿我以前去天目山做的啦，啊，或者其他地方做的，或者在台北做的，那个书文啊都有念啊，公元几年几月几日哈，啊，在什么地方啊？那同学说，那我们在家里放那个时间都不对啊，地方也不对啊，那么做的好像怪怪的啊。所以现在呢，同修福州的刘董啊，花心啊，要护持啊，请我再录一个通用的。他录个通用的，我那个时间呢，我念就念一时啦，啊，那一时，那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你三更半夜也可以念啊，啊，一时就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你都可以放这个37念，啊，那么现在讲一时啊，可能大家还比较没概念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从2008年到现在呢，我们这个系念百期一直都没断。庐江没断，我们现在双溪也做第3个百期了，还有很多地方啊，有很多同修做用光碟做这个护国习斋的也很多啊，所以现在呢，我就想念书文啊，这个念一个通用的啊，护国习斋之时啊，每个地方都要护国习斋嘛啊，那这个时候啊是长期嘛，护国习斋是要长期的。啊，不是说今天护，明天就不护了，啊，是要长时间护的嘛，啊，所以那个时为护国习斋之期啊，那这样就可以了，啊，时间就没问题了，你拿到哪里啊，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了，啊，他就不会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时间不对了，啊，那么地点啊，讲世界各地，啊，不能这样讲大一点了，叫娑婆世界。那就很大了啊！如果再讲的更圆满，就法界哇，那真的尽虚空遍法界，通通有了。你拿到哪一个星球都可以用啊！啊，所以这个时它是有这个佛用的，它这个一时是佛用的。那么这个一时啊。啊，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啊，啊，日本对这个智者大师很尊敬的。我们中国那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照片啊，都看不到了。啊，那个十几年前啊，我跟净老和尚到比瑞山，啊，他说这个比瑞山是日本佛教的母亲，啊，所有的宗派祖师都是那边学习出来的，要住16年，各宗各派的。啊，我去看了，啊，他们还有供这个天台宗的初祖啊，还有二祖跟六祖的照片啊，但当中有这个日本的祖师啊。那我们净土就是日本的，是供善导大师啊。以前那个坂本会长啊，请我去真上寺做法会啊，那真上寺是净土宗的啊。那么供一个日本的祖师法然上人，这边供一个中国善导大师，那我们中国的同修来拜啊，不知道那个是谁啊？后来给他讲，这是我们中国的善导大师啊，哦，他们才知道，唐朝的啊。那法然上人就是跟善导大师学的，把那个净土啊带回来日本。那么智者大师啊，他有一次读这个《法华经》，读到药师品，读到这一品啊，他入定了啊。他看到啊，灵山一会岩南未山啊，就是智者大师是我们中国这个隋朝。那么他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有1000多年了，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1000多年了。
一千多年了，时间很长了。他读到这个《法华经》啊，读得入定了，入定了。他还看到释迦牟尼佛呢，还在灵山呐、啊，还在印度那灵山呐、啊，还在讲这个《法华经》，他罪慧还没散呐、啊。可见的这个一时啊，你任何一个时候啊，你入这个定，它就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时空啊！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因为时空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是人给它设定出来的。如果你得定，你就突破了，就超越。如果我们读这个经啊，你读到入定了、那么你会说，哎呀，人亡一会，缘难未散啊，就会这么跟智者大师一样了 那么这讲一时，第四呢是主啊，主就是说法主，这个主席本师释迦牟尼佛下面的这个小注释迦此云能人。方便般若，摩尼此云寂寞，观照般若，佛此云一切智实相般若。那么这个把释迦牟尼佛名号翻译中文的意思，释迦就是能够行仁慈的人这个也是对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缺乏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吃肉，没有仁慈心所以用能人来教化众生。摩尼就是寂寞，寂寞就是寂，就是寂静默就是不先照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心浮气躁所以佛用寂寞你心要静下来。那么佛就是一切智所有的智慧佛都圆满了。那么下面用这个方便般若也就是文字般若就是能人要前方便要有般若方便我们从文字般若经文就是文字般若依这个方便起这个观照般若我们学佛关键就是观这个字。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观，显宗密教大乘小乘离不开观。这是姜蔚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给我们提出来的观这个字。那么我们净土你看十六观经要观。那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它也是观。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在观就是第十六观。你懂得观观照那么你修学呢才不会孤躁无畏。你才不会退转，你才能够扶住烦恼。你不懂得观这个原理我们上午跟大家分享就是即事你要观想。即成如成在。我们唱赞也要观想那么你才能相应所以观照般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金刚经》讲义我自己读到有好处我就藏不住一直想要掏给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得到这个法喜。因为根据我的经验你念到念佛念不下去念得枯燥无味你就会退转。所以这个时候要懂得这个止观这个原理来调剂。好像你们大家坐的在那边打瞌睡那我要懂得止观你现在正在止止得太过了就昏沉了。所以现在提起观讲一些笑话你精神就来了。不然我如果讲的沉沉的大家睡一片讲完了大家哇精神好很好好舒服睡了一觉昏沉
时间到了，啊，现在已经六个零出现了啊，我们就休息一下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休息30分钟啊，再继续来学习，下课。